今天炮哥和大家一起来看由黄靖瑜、李沁联袂主演的《爱上特种兵》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请大家先赞后看啊！如果这会儿不赞，很可能视频就没了，后面就没机会了。第一集一开始，女主角小夏在伊萨亚联合医疗驻地做军医，这天正好没事，骑自行车上街溜达，然后到一家大排档吃饭。旁边的男主角刚刚结束训练的特种兵梁子正在跟战友比憋气，围一帮人声音非常大，小夏就很不爽。突然梁子抬起头。